最近英国的野生动植物志愿者们在丛林中拍摄到了一组罕见的照片，三只卷毛的羊正在散步，性格温和，完全不怕人。 仔细看看哪里是羊，分明是长着猪脸猪耳朵的猪，它们叫曼加利茶猪，是普通猪和欧洲野猪的交配产物，因肉质肥美而备受食客称赞。这几只遛弯的猪十有八九是从附近农场溜出来的，这身羊毛外套可老唬人了。